六界之中凡人最苦，所谓人生来就是吃苦的。你好好保重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他死了，他会醒过来。我只能先把人找点凤凰花，有开不吧，把此花赠给你，你喜欢。他是不是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？你这么可爱，这么懂事，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。我不会，我不会再遇到对我好的人。曾经许过的心愿，等一起牵手。你是不是很重要？